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，我看到，天上一个飞碟在抖动啊，上海在抖动啊，就有时候我们想放那个幻灯片的时候，那个幻灯机啊，稍微被碰了一下以后，就上海在抖动嘛，上海在抖动啊。这上下抖动啊，这个好像是真的在抖动哎，好像真的在抖动哎，上下在抖动啊，上下在抖动啊，就像幻灯机啊，这边一个幻灯机，稍微一碰啊，放出来的那个在屏幕上一抖动啊，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在抖动。我看到抖动，抖动的话，看画面的时候就，不舒服了，抖动，但一直在抖动，而不是偶然抖动一下，一直在抖动，我现在我仔细看，那个飞碟，刚才一抖动的时候，把放下来一批那个戒指。他往上飞碟往上跑，然后戒指留在原地，然后掉下来啊，掉下来是戒指，飞碟是往上跑了啊，然后又回到，似乎又回到原地，然后就每次放一次往上一下子，每次放一次往上一下，往上一下子，像抖动一样，抖动一样。再仔细看，不是抖动，是那个掉下来一批戒指，掉下来一批戒指。如果以戒指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，就看到飞碟往上跑了，看到飞碟往上跑了。实际上飞碟没跑哦，是戒指往下掉，戒指往下掉，这个就相对运动啊、哦，这个相对运动哦，也就是说，这飞碟还是在释放那个。戒指啊，这次释放戒指是一大个往下，像铸了一个饼啊，就从铸的东西里面往下掉下一个啊，是这样，这样，因为看的是掉的时候，哇，总是抖动，只是抖动，总是抖动的时候就感觉，特别晕，是这个状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